牛骨髓。今天咱们吃牛骨髓，加点料，都给它点缀一下。真香。
没有了，没吃过瘾呢。有。没了，没吃过瘾。下。来，宝宝们，清蒸牛骨髓。先来个大的。宝宝们看着是不是特别像鸡蛋糕呀？你仔细看，其实它不是。弄出来吗？弄不出来了，老铁们，弄不出来了，就这吧，行不行？好了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吃牛棒骨啊，牛棒骨的大骨髓，我馋了很久了。看着大棒骨的骨髓，一看就很香啊。来，咱们开搂啊。开始。上面还带点肉，上面肉可香了。
这没有，有，哎，可快了，这视频拍的，还不到一分钟呢，拍完了这视频，还没吃完呢。